每次上远离都市生活的烦嚣，我都会揀去泰国。咦 Doris, long time no see. 难得撞到好久冇见的朋友，由他这个当地人带路，旅程一定会很精彩。当你以为自己对泰国已经很熟悉，但每次出走到曼谷、泰北定是泰南，都仲有很多新奇又未被发现的事物。在这里可以放慢脚步，探索隐藏在大街小巷的文创小店和特色咖啡。跟住当地人才发现，原来泰国有这么多隐世的景点。置身在大自然的靓景之中，再攰的身心都好像瞬间得到治愈感。只要踏出 comfort zone， 你就会发现泰国这个地方有无限的惊喜等着你。多得这位泰国朋友，我才可以尽情地放松和用心感受泰国。下次出走，我一定会再回来探索更多。